就是刚刚念北派青龙拳的谢振宇，他现在要来给各位念南派的兵器啊，香高粱。啊，这是属于咱西雷七卡进行车的这个解析哦，香高粱。啊，这对付丁白啊，所以头前高高。好，这是大甲西湖一团啊，为各位带来的这个武术的表演。他们是走传统的路线，啊，他们是做传统武术的传承，啊，那么啊，这个不走新武术的路线，啊，也不走这个戏剧化的路线，啊，他们坚守传统，啊，所以如果有年轻的朋友想要做传统武术的传承，可以找他们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黄。